这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塑造的各种角色，他扮演的男性人物飘逸俊雅，唱腔昂扬，在越剧中独树一帜。只怕他点了，一般他都讲是唱，好像比较高亢啊的。但是我自己来想呢，一个流派不单单是唱，流派它有犀利，它本身要包括它表演啊，表演身段是吧？所以它演出的一系列的贯穿的人物塑造了，什么都是这的。本期口述人徐玉兰。生于1921年，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，徐派小生艺术创始人，代表作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《北帝王》《追鱼》等。这是徐玉兰的一段经典唱段。1962年，随着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的上映，徐玉兰扮演的贾宝玉就是唱着这段戏走进了观众的心坎。我住在那个弄堂里，这小家伙，这些我出去他们都是跟着屁股宝哥哥宝哥哥。都叫宝哥哥的。那上海是家喻户晓的。有一次我们过去又没有什么车子了，什么都是电车，乘电车，电车来了慢，叮叮叮叮，我一上去他们大家都说啊，我来迟了来迟了。那都是家喻户晓的。一个小女子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宝哥哥，这种女性反串男性的表演方式正是越剧的一大特点。越剧最早起源于清末，由浙江地方民歌发展而成，演出的题材主要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。早期越剧全是由清一色的男性演出。五四运动之后，男女演员才开始同台演出，后来男性演员逐渐地退出了舞台。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，越剧中生旦净末丑各类角色几乎全由女性担纲演出，徐玉兰就是越剧小生演员中的佼佼者。1955年，剧作家徐进新编了越剧《红楼梦》，徐玉兰成了贾宝玉的扮演者。刚接到剧本的时候，我的王文娟压力蛮大的。那么那个时候，知道吧？好多领导讲：“哎呦。”你们两个人，每个人看过《红楼梦》的人，脑子里都有个贾宝玉、林黛玉。那么你们做出来像不像啊？是吧？像不像他们是要求的人？为了演好贾宝玉，徐玉兰开始研读《红楼梦》。看了原著以后，我说这个人物确实是蛮可爱的，啊是吧？用个家父那么多的公子哥儿，是吧？啥贾琏、贾环、贾珍、薛蟠，什么什么这些公子哥儿，都是乌七八糟的人啊。那贾宝玉还是比较纯洁的。但是你呢，贾宝玉最重要一点呢，一个什么关系？林黛玉确实是从小来的，两小无猜。动作切动张嘴，什么话都可以讲，所以推到西厢也可以给他看，
但是从宝鸡鸡不可以，宝鸡鸡的苦情不苦情，心里话不好对他讲。那么这种关系要搞好呢，那你表演的时候呢，你就有分寸了。越剧《红楼梦》的故事，是从贾宝玉和林黛玉在荣国府初次相会开始的。贾宝玉出场的时候还是一个懵懂少年，而此时徐玉兰已经34岁。怎样才能演好一个男孩子呢？特别第一场到一巴掌之后，他说你出场，叫宝玉出场。那么出场我们这个长廊一个一把玻璃，那你出场还是跳跳蹦蹦出来呢，还是打了方步出来呢，还怎么出来呢？心里无数出不来，是吧？导演不会给你想办法的，那不是？那么我想这个怎么出场呢？那个王熙凤带那些贾宝玉到贾庙去还愿，还愿回来的时候呢，老和尚讲：“哎，宝玉你过来，我这里一个檀香村，你拿回去送给你老祖宗。”那我一下子灵感了，耶，那我就叫他们到处做个乡村嘛，做个乡村，我刚刚家庙回来嘛，我拿了这个东西，哎，摇摇发的，哎，很自在的，很开心的。这个出场，他都是有理的，很有理的，看见林妹妹了，这。唱腔不灵，他那个比较要天上掉下来，要小孩唱的唱，要这个旋律要窄一点，是吧？不要打弯一些。宝黛爱情以美丽的相遇开始，却以悲剧收场。最终在贾母和王熙凤的诓骗下，贾宝玉与薛宝钗拜了天地。就在他们的新婚之夜，林黛玉含恨身亡。在徐静的剧本中，金玉良缘和哭灵两场戏紧紧地衔接在一起。徐玉兰觉得，只有喜要喜得发狂，悲也要悲得绝望，才能造成强烈的对比。于是，她从《金玉良缘》这场戏的开始，精心设计了一段欢快的表演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，天上神仙，是第一件春事。满意的事。然而，当宝玉揭开盖头，他的美梦被击碎了。就一想到有那个花嘴巴嘛，那整个风景，他身上压下来，好像好死样的那个老祖宗，一下子变得像孟夫一样的，要像扑上来要像吃人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，我那个宝玉就往后退，他想不到老祖宗是这样的人。我到林妹妹去。所以他整个垮的，没办法。那后来想到林妹妹了，那么所以她要找林妹妹。她已经死
考虑说一开始呢，我们是三班，比较高亢的，个心情也高亢的。下来我们是跨中班，千呼万唤万万唤，对吧？跨中班下来，后来再慢班。妹妹呀，你为我是一往情。徐玉兰动情的表演，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。是谁？放下啊